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美君，来自深圳福永杂技艺术团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思远。我叫田亚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施伟丽。大家好，我叫于心如。欢迎心如。大家好，我是梁苗苗。大家好，我叫江雪燕，也是来自福永杂技艺术团。大家的年纪是不是都很小呀，美君？平均年龄，17岁吧。我想跟就是我们同龄人讨论一下。啊，你等会儿吧。什么叫同龄人啊？我跟他们同龄人。谁谁让你跟他们同龄人？英俊哥，从个头上看是差不多的。哦，还真。咱俩也彼此彼此。咱说正事儿吧。你有什么事儿想问他们？想要请教一下，练呼啦圈到底能不能受邀？告诉他们俩。可以受邀呀。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强度？比如一天练多少是可以的？练30分钟吧。30分钟。就持续不断30分钟，是不是？30分钟。慢慢就把你这个腰给磨下去了。对对对，练杂技的咱一般都知道有点危险，是对吧？容易出伤啊，这很辛苦。但我觉得你呼啦圈是不是好一点？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三节会有危险啊，那个有点会摔倒。对，但是单纯的来转这个呼啦圈的话，其实是不会受伤的，对吧？对，呼啦圈啊，大家觉得哎很简单，因为正好我能上手，对吧？但是转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了。我听说你们这杂技大奖金狮奖都得过是吧？啊，对，第6届金狮奖全国杂技比赛金奖、编导奖、教师奖都没得过。得过鲁迅文艺奖、摩纳哥第17届初登舞台国际杂技比赛最高奖金 K 奖，有没有？有、古巴国际杂技比赛金奖，都是国际大奖哦。是，让我最好奇的就是，这么多女生，就一个男生，这待遇得多好。其实一样，我们群会的舞台也是这么多女生，就一个男生，那男生有点受气。跟英俊哥的感受一样，有一点点受气啊。我们就是帮帮他们啊，要拿些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就还好吧，我们还是比较的。那我大概能想象得出来，这几位从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哈，这几个姑娘们来呀来呀，天津啊，然后唯一的男生可能在后边，是不是这种情况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一个人拉这么多箱子，我觉得你也拉不了。重点拉谁的？哎，这不是挑战吗？他的。拉美军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两个那个处对象。刚才我看还有一个女生也是当底座是吧？啊，你是吧？男生当底座这活该，谁让他是男生的？怎么就活该？怎么你也当底座呢？之前也是骚子，只不过长高了就变成底座了。啊，我刚看那个你头都有点左右抖的那个感觉啊。男生当底座，两位女生在上面，是不是更累点？嗯，对对。这个项目我们刚刚看完第一个表演之后，我怎么觉得这男生跟他们团里所有女生都能够变成底座和尖子呀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跟谁搭档是最默契的？和他。你也不敢说别人，是不是？今天现场能不能你们俩单独给我们展示一下？好，行，走两个技巧，好吧？好，走两个技巧，行行行，咱先看看啊。